管总，以后下班以后的私事呢，你还是不要再找我了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以为你不会来，但我现在除了找你，我想不到还能找谁。谢谢。我之前是说过不想搭理你来着。哎呀，你别喝了，你都喝这么多瓶了。那你说吧，到底什么事儿啊？我跟南贤还有老高吵架了。你们三个不总是吵架吗？这次不一样。你不懂，小戴，我觉得我留在浅羽没意思。不是管总，你这句话什么意思呀？你想离开浅羽啊？这到底有多严重的事儿啊？你要离开浅羽，你们可是浅羽的这铁三角。不是我要走，是他们逼我走。哎，南贤他非要投那个王教授，那浅羽现在都成什么样子了啊？他还要投，我就觉得吧，公司现在不止这么一条路，还有我呀。我辛辛苦苦研发的项目，他连看都不看一眼。还有那个老高，老高也站他那边。他们现在研究任何项目，他们都不告诉我。小戴，你说，这叫什么兄弟？管总，你先别激动。你说的那些我也不太懂，可是我就能感觉你挺委屈的。虽然我觉得他们那么做肯定是他们有他们的决定，对吧？你先别激动，你等酒醒了然后再好好的想一想。你千万别冲动。小戴，是不是现在连你也站他们那边？我，没有啊。我明白了，因为你们都觉得，浅羽之所以有今天，是他战南贤一手打拼出来的，而跟我管气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我，其实从今天开始，我管气跟你们各走各。我一定闯出名堂来，让你们看看。关总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你把酒醒了，你再好好想一想，你不要冲动，你千万不要。小戴，我告诉你，我管提一身的技术，走到哪儿